天哪，我怎么不得了？这是国中生吗？这边标的那个拍子上面有听到举手一下，这边标的那个听到举手一下，比赛 OK 了，这两个地方比赛 OK 青春，活泼的一个力量啊，让小朋友他们学习啊，如何在暑假期间以健康休闲的活动啊，来消耗他们整个快乐的一个假期。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啊，来宣导相关反飙车、反毒品、拒绝毒害、拒绝帮派的一个活动，让他们了解啊，暑期健康活动的最主要的一个意义。